在熟悉的个股来回操作，更能掌握股价赚到钱。股票市场不像购买衣物，一看到就买，如果买股票像是在猜测预测，操作没有依据，这样是很危险的。相反的，对于那些熟悉的个别股票，深入了解其所处的产业特点以及个股自身的表现，可以使您更加游刃有余地进行交易，增加赚钱的机会。专业投资者和大额交易者往往会选择在特定股票上进行频繁的买卖操作，这是因为他们能够积累对这些股票的深刻理解，更好地把握股价的波动，从而更容易实现盈利。通过不断的观察、分析和反复操作，他们建立了对市场的敏感性和熟悉度，这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投资机会，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风险并取得成功。在股票市场中，知识和经验是投资成功的关键，而不是仅仅依靠幸运。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